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者，予以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若单于爱的憧憬，即弹奏于伊人尊前。木卡姆其苍凉悠远的歌声，在长风万卷的戈壁大漠中回荡。常年穿行于沙漠戈壁和绿洲之间，以传唱木卡姆音乐为生的民间艺人，被维吾尔人尊称为木卡姆旗，意思是精于弹唱木卡姆的琴师。在维吾尔人看来，木卡姆旗就是音乐的精灵和化身，他们走到哪里就把音乐和歌声带到哪里，驱走痛苦，抚平忧伤，播撒欢乐。文艺表演形式，它集歌、舞、乐于一体，载歌载舞，纵情尽兴。从城市到乡村，从庭院到田间，哪里有维吾尔人，哪里就有木卡姆。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今天是村民图尔逊老人的孙子卡迪木江7岁的生日。按照民族传统，这一天他要经历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成长仪式——割礼。小婚礼，只有经过割礼的男孩才将会被同族的乡民视为成年男子汉。割礼是小卡迪木江的成人节，也是全家人的一件大喜事。在木卡姆欢快的音乐声中，伴随着人们轻盈的舞步，割礼按照传统的方式开始进行。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ذلك اليوم الحق فمن شاء اتخذ إلى ربه مآبا إنا أنذرناكم عذابا قريبا يوم ينظر المرء ما قدمت يداهذلك اليوم الحق فمن شاء اتخذ إلى ربه مآبا إنا أنذرناكم عذابا لرب العالمين آمين يا أرحم الراحمين Ağırmaydı cuman bula, korkman cuman, cuman ha! Bacak! Korkma korkma korkma, ağırmaydı 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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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Yapacak seni bırak olsa! Ha! Kıyam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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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ıyamam,还是村中孩子降生，无论是庆祝丰收还是亲朋好友聚会，只要羊皮手鼓一响，木卡姆就会给大家带来祝福，带来喜悦，带来好运，带来期盼。悠扬的琴声像一剂良药，迅速驱散着割礼之后的疼痛。尽管如此，在卡迪木江的内心深处，木卡姆仍旧是个遥远而神秘的梦。新疆古蜀西域，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木卡姆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当我们打开中国地图，在新疆南部的大片区域，可以清楚地看到被黄色的沙砾重重包裹着的盆地和绿洲，沿着这些绿洲形成了一条木卡姆音乐带。当我们用红线将这些盆地绿洲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惊奇地发现，这是一条和古代丝绸之路完全吻合的音乐之路。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西域的龟兹、于田、高昌、伊州等绿洲古国就出现了一种名为大曲的音乐形式。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开始在西域地区广泛地汇集融合。隋唐时期，西域大曲开始向集器乐与舞蹈相结合的乐舞形式发展，
秋瓷乐舞成为这一时期西域乐舞的代表。十世纪，伊斯兰文化传入西域，木卡姆一词就是源自阿拉伯语，原意是阿拉伯文坛兴起的一种文学题材。十二世纪后，木卡姆逐渐取代了大曲的地位，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维吾尔木卡姆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但至今依然保留着西域大曲中特有的歌舞乐同台表演的基本形态。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男孩子满7岁之后几乎都要学习木卡姆的演奏。这天，图尔逊老人赶着马车，带着卡迪木浆去了当地的集市。维吾尔人特殊的音乐才华造就了他们在乐器制作方面的非凡技艺。从古到今，维吾尔木卡姆所使用的乐器一直保持着手工制作的传统。桑木、杏木、各种动物的骨骼和皮毛成为乐器制作的主要原料。图尔逊最终选择了一把萨塔尔作为送给孙子7岁生日的礼物。从此，卡迪木江的一生将与这把琴、与木卡姆结下不解之缘。为了让卡迪木江感受演奏木卡姆的气氛，图尔逊特意带着他拜访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琴师。对卡迪木江来说，今后学会弹琴的技巧也许并不难，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学琴领悟木卡姆所承载的维吾尔文化传统，真正理解木卡姆对维吾尔人生活的重要意义。16世纪初，南疆叶尔羌河畔崛起一个强大的叶尔羌汗国。出身在民间木卡姆艺人家里的阿曼尼沙汗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她不但能熟练地演奏木卡姆，而且善于吟诗作文。
后来她被伊尔羌国王娶进皇宫做了王妃。进宫后，阿曼尼沙汗和首席宫廷乐师卡德尔汗对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总结和提高，并用文人诗作替换原先的民间歌词，形成了十二木卡姆。十二木卡姆由十二支套曲组成，每支套曲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琼乃俄曼》，翻译成汉语就是大曲的意思，是每套木卡姆开始的序唱。本达斯坦及叙事诗，内容多为维吾尔历史故事和民间叙事长诗。三部分叫做麦西莱府，麦西莱府是聚会场所的意思，原本是萨满巫师祭祀时所跳的舞蹈，如今专指群众性的娱乐聚会。经过数百年的流传演变，沿着绿洲丝绸之路的走向，维吾尔木卡姆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独具地域文化特点的不同的风格和流派。Yeah.
哈密绿洲曾是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东大门，也是东连河西走廊、北接蒙古高原、南通塔里木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哈密木卡姆的表演中，高贵华丽的服饰明显受到汉蒙文化的影响，他伴奏的乐器也体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哈密木卡姆的乐曲是由一支支来自民间的地方性民歌连接起来的，有些民歌中还填唱了汉语歌词。著名歌曲《哪里来的骆驼客》就是出自哈密木卡姆。海平面以下150多米的吐鲁番盆地，是中国出了名的大火炉，著名的火焰山就在这里。吐鲁番木卡姆如同那里火热的气候，乐曲激昂热烈，唱词质朴明快，动作夸张变形，表现了维吾尔人乐观、率真、豁达的天性。塔里木盆地生长的胡杨林是沙漠里特有的一种树木，因生命力顽强而著称。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胡杨活着1000年不死，死了1000年不倒，倒了1000年不朽。真正不朽的是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叶尔羌河畔的刀郎木卡姆。刀郎木卡姆是维吾尔木卡姆中最具原生态特色的地方歌舞，这种纯粹依靠本色嗓音、不使用任何技巧的歌唱，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叫吼喊。唱即是吼，吼也是唱。原始和野性融汇在高亢激越的旋律中，没有人这样唱歌，没有人能唱那么高的音而不用任何技巧。然而刀郎人就是这样唱的，从远古唱到现在，从日出唱到日落。过几天就是古尔邦节了，夜色降临，心事重重的图尔逊老人独坐在一旁，怀念着自己过世的亲人。
懂事的卡迪木江把萨塔尔递给了爷爷，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木卡姆能让爷爷寄托无尽的思念。是歌，笑也是歌，生也是歌，死也是歌。维吾尔木卡姆就像一部用音乐和舞蹈铺就的民族史诗，记录着维吾尔人饱经沧桑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生活。古尔邦节是维吾尔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犹如西方的圣诞和东方的春节。每年的这一天，著名的喀什艾提嘎尔清真寺前都会汇聚起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诵经、祈祷、祝福。诵经台上的唢呐吹响，一场穆斯林的狂欢开始了。带着所有的痛苦和欢乐，带着所有的喜悦和忧伤，带着所有的失落和希望，木卡姆齐徜徉在大漠戈壁，游走于雪山林场。他不知疲倦地走着，唱着，唱着，走着，只为天边那一抹阳光，只为自己生命中永远的木卡姆。